建州作为都指挥使努尔哈赤前来贺喜。嗯，努尔哈赤，是谁？努尔哈赤前来贺喜啊！努尔哈赤，哼，怎么样，来了不是？我还知道，他后边还有大队人马呢。什么？大队人马？自努尔哈赤起兵之后，东征西战，南北驰突，既以武力征服，又以计谋智取，统一女真的事业一步步取得进展。但是由于女真叛逆、尼堪外兰的挑唆，致使东家四城与努尔哈赤为敌，使努尔哈赤受到严峻的考验。各位城主，我们五城唇齿相依，但愿能够同舟共济。巴门尼城主，你就放心吧。是啊，谁要是三心二意，就像这个碗一样，粉身碎骨。对，碎骨。好，迎客。巴门尼城主，你好。好好好。请，请。恭喜恭喜呀！啊，恭喜！巴门尼城主，啊，你的客人怎么不吃不喝啊？啊！是啊，来来来来，喝喝吃啊！今天是巴姆尼城主大喜的日子，也是我们女真人难得聚在一起的日子。来，让我努尔哈赤先敬大家一碗，喝！喝喝喝！哎，喝，喝，喝！哎，让我们大家喝完了这碗酒，让我们女真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。来，喝！都司大人竟送来这样许多厚礼，真是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只是一点小意思嘛。这些山货野味都是从广宁马市换来的。都司大人真是慷慨呀、啊。如果不附加什么条件，啊，那只好愧领喽。要说条件嘛，那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和巴木尼城主永结盟好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原来我听说都司大人要向五城借道去攻打尼开外兰，想不到竟是谣传呐！啊，都司大人，是不是啊？啊！巴姆尼城主，你说呢？啊，我。我要攻打额尔昏臣，草原大的望不尽，山路多的数不清。我哪条道不可以走啊？为什么偏偏要经过你的界藩城呢？嗯啊，是是是。再说我们永结盟好，互通有无，要是有什么事情想从界藩城经过一下，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嗯，你这是。好，我们先不说这个，来喝酒。
来，喝。嗯，怎么不见新郎和新娘啊？都在新房了。哦，未央国，替我去见见两位新人。好。怎么的了？给新人的菜帐子里添一点金豆子嘛，啊？巴姆尼城主，这，请请啊，请啊，上菜上酒，来呀，吃啊，喝呀，啊！各位城主，今天我一是为了贺喜，二是为了借此机会和大家永结盟好，共同惩罚我们的敌人，移开外兰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有仇他有恨，这跟我们不相干嘛。天上飞的是鹰，地上跑的是鹿，各有各的道，各有各的路嘛。巴姆尼城主，我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，许多年来我们女真人你争我夺，部落不和，再加上受汉人的欺负，如果我们能团结起来，把你搭我，我搭你，变成你帮我，我帮你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你说呢？那么说，就是你努尔哈赤想当盟主喽？盟主是大家推举的。算了吧，你表面上说的是立盟，骨子里是想拿下我们武城。我们只是想借道。借道啊？借道为什么还带兵马？大哥，绝无此事。带你开外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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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，哎，努尔哈赤，你今儿个跑不了了。移开外兰，你这条狗！狗，在我的家里，谁先动手我就要谁的命。想不到，你和你移开外兰串通一气。城主，大门外发现费阿拉兵马。我的毒丝大人，你还有什么说的吗？来呀，把努尔哈赤拿下！我就立即杀了新南关。上啊，快上，杀了他，杀了努尔哈赤，不能让他跑了，杀了他，闪开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努尔哈赤，杀了，安静，别说了。
努尔哈赤，你不要杀了我的儿子。阿玛，你快救救我，救救我。你必须放了舒哈奇和我的包爷。你先放了我的儿子，咱们在城外相等的距离交换，这总算公平合理吧。好，只要你把我的儿子多往前带走五步，俄肯的神界就会追上你。让路，走。大哥怎么还不出来？我去看看。别急，再等等。樊城在警告我们了，大哥，你上马先走一步。好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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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云板。射死舒哈奇。是吗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撤。振作起来呀。哎，说是这么说呀，可老来丧子
谁受得了啊？就连我这局外人，哎，都咽不下这口气呀、啊。嗯，你看，你看，又是他，俄里克。嗯，这下闯了大祸了，巴姆尼是不会罢休的。人是我杀的，该怎么着我认。不过以后谁要是背信弃义，我还杀。不，应该说，谁敢阻挡我收复所有的女真部落，我就见给他死亡。努尔哈赤绝不会罢休的，他会很快带兵来攻打你戒烦城的。巴姆尼老兄，望你早做准备呀。你抓紧时间去联络各个部落。嗯。维都，你把人马准备好。好，龙龙叔叔。哎，桑古里那儿你要亲自去一趟。好，来，趁巴姆尼还没有准备，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努尔哈赤，我要生吃你的肉啊。这样一来，不是把我所有的老本都赔上了？我不干。可是都司那边也不会善罢甘休啊。可巴姆尼那边人都适当，也不是吃素的。是啊是啊。所以城主最好像十月里的墙头草，风吹两边倒。1585年，明万历13年2月，努尔哈赤与戒藩城等60城城主在戒藩城下摆队列阵，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。戒烦与巴姆尼会合，五城联军共有800多人。嗯，他们来得好快啊。桑古里这个王八蛋为什么还不进攻？太不像话了。大哥，我们的兵马本来就少，三谷里的骑兵再不冲锋，战场上会吃紧的。你们这些王八蛋，敢造反，我非宰了你们不可！给我上！给我上！
哥，三谷里牛龙额真造反了，快派兵追吧。什么？大哥，我去看看。杜四，这儿离不开你，我去。大哥，有危险，你不开去。哈赤的骑兵怎么没来啊？你还不知道啊？他的队伍内讧了，来不了了。好，咱们的骑兵冲锋，上！还等什么？上！杀了努尔哈赤这个马兄弟！上！好啊，来吧，有种的就上来！上！杀了这家伙有酒喝！上！他是这下可就完了。三国里是叛徒，你们不要跟他走，否则我饶不了你们。谁饶不了谁呀？努尔哈赤来了，快跑！上，给我杀死！让努尔哈赤靠近，快上！你们站在这儿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去打仗？不要往后退，站住！他会杀死你们的，站住！张武林，你竟敢煽动我的族人叛变，真是狗胆包天！张公权，站到额度那边去，我还承认他是爱新觉罗的子孙。张公权，啥脸回村呢？张军，快，不要听他的，给我宰了他！弟兄们，咱们打了胜仗，进戒班城杀猪宰羊，大碗喝酒啊！张牧师，站住，站住，快回来，快，别去！你想把我怎么样？看见了吗？谁要是叛变，这就是下场！跟我冲啊！都愣着干什么？冲啊！冲啊！you
回去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民族！站住！不许退！站住！站住！不许退！还没回来，大哥。哎，大哥，嗯，魏都，大哥，大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可万兰抓到了没有？倪初雅正在搜捕。大哥，
我把那神箭手厄里肯抓到了。在哪儿？让我绑在后院的那棵树上，我来跟你要那支箭，亲手射死他，然后把他分尸八块，各营传世。好，费永东在，贺鹤林在，胡尔汉，你们继续搜捕，安排杨过。嗯，给我站。好。哦，大哥，大哥，把箭给我。眼睛睁开！哼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看着在我剑下逃生的人，是我的耻辱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的第一支箭射在舒尔哈齐的腿上。第二支箭射在我的左臂上，这能算是神箭手吗？啊，这可是对你的主人不忠啊！啊，那是因为巴木尼少啰嗦，你还动手吧？好。雷多在，就把他放在你的部下做牛鹿额针。
你出牙，当心！Thank you.